啊，呢一套係完整嘅錯誤啊！即點？唔係嘢錯，佢由頭錯到尾，咪都完整嘅錯咯，係咪咁解？我好難相信有人可以寫特殊能力係可以寫到完全錯曬嘅，即係個解讀為止就係咩呢？一係呢條友好熟所有特殊能力，所以佢先能夠全部寫錯曬；一係佢真係完全唔識嘅。咁但係兩者都係難能可貴嘅。即是稀有價值，考零分並不是一樣很容易的事，你知道了所有題目的正確答案你才考到零分。所以我個人一是就是一個鬼才，一是他真的是一個白痴。每季都有些就得不夠一季得十集的作品啦，咁啊今季的我諗起 God Eater 突然間今季呢就是 Big Order。通常你見國川贊助支持呢都係十集嘅啫，都係佢廣告費得十集，佢都係嘗試性質嘅啫，佢真係叫做我都唔係嘗試。你上轉有套美好世界咁樣俾佢博中咗，你之前嗰套嗰個作者嘅未來日記，佢哋都賣得唔係特別好嘅情況之下，既然買呢套嘢出嚟，我覺得係有少少咩咗啲啦。但未來日記我覺得動畫版我覺得 OK 嘅喎，即係睇落去對比呢套，我覺得係 OK 好多好多好多倍嘅喎。OK 嘅，其實咧嗱，依一套嘢咧，佢最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所謂叫做異能對決，嗰啲異能嚟嘅咩？異能唔係替身嚟嘅咩？雖然口講嘅啫，就是、你唔好理啊。總之其實咧，佢嗰種係佢犯咗最卡食嘅嗰種錯誤就係乜嘢啦？其實一啲異能嘅模糊化，就因為佢哋所有人嘅異能基本上係乜嘢咧？是一個 high concept 式的概念，是啊，很空泛，是空泛到就是什麼呢？夾硬怎樣解到都，但這件事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我覺得是叫做你用得這種設定的話，如果你不打算去將他們這些東西做排行和分級或者是視像的控制的概念的字眼的解釋的話，這種的手法是幫助到你去模糊化一些東西的。其實模糊化有個好處的，方便扭橋，但我就唔覺呢度有咩扭橋過嘅。有扭到好盡添，扭到你想鬧人嘅添係。例如咧，扭阿妹咗嗱，或者咁講啦，嗱嗱呢套嘢就唔講劇情啦，其實就劇情就簡單好無聊，就係乜嘢咧？死小孩，佢願想毀滅世界。係啦，咁啊，跟住佢願望成真了。誒、欸、錯啦，佢即係毀滅一個城市，唔係毀滅世界，你搞錯咗啦，佢願望係錯曬嘅係。你冇辦法 judge 嘅一件事情，因為佢只係集中咗講日本，佢冇講過世界其他地區有受過傷害，佢淨係話咩咧？全日本都受到傷害，依、這個世界跟住又有聯合國，咁其實開頭個概念就話，喂，佢咁樣嘅話，咁即係點咧？而嗱呢、這個 concept 咧，嗱我有辦法叫做為佢兜兜嘅。如果佢係用一個許願者佢自己腦裏邊認知去幫佢實現願望嘅話，就即係咩咧？阿妹嘅腦裏面世界就等於日本，得得通，即只能夠你咁樣係幫佢拗得通呢件事嘅啫。跟住嗱，佢阿妹係叫做第一位嘅 order 啦，因為佢許咗個支配世界嘅願望，但係個能力步走變成咗毀滅世界，呢個兜唔到，因為我唔知佢講乜。呢個我都唔知佢究竟講咩。然後跟住，其實最大最大嘅能力嘅謬誤係邊一個咧？就係、是、男主角阿影師。佢嘅能力即係佢阿哥啦。佢嘅能力係乜嘢呢？嗱，佢許嘅願望喺最後嗰集裏面佢講得好清楚，就係乜嘢呢？我要修正阿妹佢呢個嘅記憶，同埋就係咩呢？阿妹所有嘅罪孽我都攬晒上身。應該咁講，佢嘅基本能力呢其實係記憶修改，叫做改寫記憶。頂籠俾你似 Professor X 囉，就唔應該係咁囉。呢個係有個模糊呢，就係乜嘢呢？佢嘅願望係攬曬佢阿妹嘅罪孽上身，而跟住咩咧？嗱，佢嘅 concept 定義上就係咩咧？連阿妹嘅能力都攬埋上身，因為佢屬於佢罪孽嘅一部分嘛。開頭咧，嗱呢個位咧喺一開頭揭穿咗呢件事嘅時咧，呢件事係通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嚟啦，當佢修改記憶嘅呢件事被破解咗之後，佢依然能夠用佢阿妹支配嘅能力，咁呢樣嘢就係有極度嘅問題啦。誒、欸，嗱，多通嘅又可以係佢 copy 咗阿妹能力之後，冇話過，即係阿妹能力可能用得翻，但等於佢冇得用喎。係呢、這個唔係一個連係關係，即係阿妹用得唔等於佢唔用得喎。係佢 copy 咗就俾自己用得喎。係可以咁解得通嘅係。而個 concept 上呢度其實咧就變成咗有個好奇怪嘅問題，就係佢呢度係個設定問題嚟嘅。如果係咁嘅話，就係、是、阿、影師其實係唯一一個有雙重能力嘅人。佢能即係你當替身戰鬥，阿妹個替身就係個而家支配者，阿、
阿哥替身就是 copy 咗妹妹嘅替身者俾自己替身用，你咁樣當就可以假套嘅叫做勉強啦，記住勉強。設定上奇怪嘅，咁當然啦，其實嗱，我哋要講翻就係佢哋依個所謂嘅支配能力啦，佢個支配能力其實簡單而言就係咩咧？佢行過嘅地方就係成為咗就係佢。誒錯啦！佢嘅指令影響範圍，佢領土啦。佢開頭話你太勁啦，太屈機啦，你出嚟唔使玩啦。嗱，而家縮到一萬分之一就都係領土仔，就係行過地方。個問題就係、是、嗱，如果佢開頭講呢個能力冇錯，你就咁聽落去咧，的確幾逆天嘅，因為佢係可以支配曬佢領土裏邊內所有嘅現象。聽落好勁。嗱，然後跟住咧，基本上進入你領域嘅人全部都唔夠你打。實際上唔係喎，佢俾人打面好多次喎，見到。依、这個能力嘅問題在於咩咧？佢係喺十集嘅動畫裏面不停去弱化佢。第一件事嘅弱化就係乜嘢呢？佢喺領土範圍裏面佢所謂嘅支配一切就係咩呢？係佢要講一句嘢當前先會生效過先，即係佢唔可以預先講定某一啲嘅指令。唔係有得好似紅鈴咁預先，佢唔係佢唔係預先，佢係講咗之後，即係佢唔可以話嗱，我而家喺呢個領土範圍裏面所有人都唔准對我動粗，即係佢要落咗呢個指令，但即係當然你係唔明啦，即係當然佢有個 target 先得講，要插住個 target。問題如果對插唔中佢咧，都係冇用呢個 order 係發唔到出去。咁而即係佢所謂佢嘅指令就要逐個逐個嚟啦。咁然後跟住仲要係乜嘢咧？其實基本上佢嘅指令係要佢作出到反應嘅時候，佢先能夠支配到對手。而另外就係乜嘢咧？跟住之後再弱化一件事就係乜嘢啦？如果嗰樣嘢已經俾人支配咗，佢唔可以再支配。嗱，其實咧呢一個嘅設定咧係好有問題㗎，因為去到後面裏面其實佢講過一件事㗎嘛。如果兩個同能力嘅支配者喺同一個範圍裏面去對某一件物件去做支配嘅，究竟邊個贏？然後跟住阿東佢講過一個好重要嘅情報就係咩咧？以最後指令優先。咁咧，如果係依樣位咧，其實啦，當然呢一個位咧係後面講嘅，但係咧佢犯咗前面一個劇情。如果係咁樣嘅話咧，石神係冇理由操控唔到嘅。咩啊？紅鈴好易救啫嘛，插一插俾佢搞掂咯，係咪先？即係依個佢講緊嘅係指令優先嗰問題。嗱，呢個我覺得其實你係好簡單嘅，要套用附件裏邊 Hunter 裏邊操作係能力者，即係嗱，佢又調轉嘅，同 Big Order 依位，佢係先到先得。其他人就唔可以 cover 翻舊友嘅，因為舊友已經被操控咗啦。咁佢叫做佢成個概念裏面佢係行緊呢一套嘅，佢都冇改變過。但係呢一度裏面咧，你就見到啦，佢犯咗佢自己講完自己都唔記得咗。唔係，佢做完劇情唔記得咗，後面再加設定，但加設定之後，前面劇情會俾人反駁曬喎，即刻。咁呢度就嗱，佢呢啲能力嘅錯曬就係其嗱石神嗰個位，首先就係依個令到支配能力呢件事，或者係所有能力重疊嗰件事。嘅設定，佢根本上佢就變成咗自說自話啦。當嗰個方言，即係個大咗啦。係方言嗰個能力就話咩？佢可以將一切嘢無效化咗。跟住仲有一個就係咩啊？斬開呢、這個斬開呢個空間啊！咁咧，跟住其實你發覺一件事，影師真係好廢咯。即係影師個能力，佢話俾限制到萬分之一，我覺得根本上係喺 Daisy 坑佢嘅。即係老實講，原本個能力，喂，如果講緊嘅阿 Hugh 佢嗰個嘅能力方言，佢話你嘅領域無效。佢都可以 cover 咗你嗰個嘅 area。唔係，醒醒吧，你沒有妹妹，搞掂即刻。有就得啫。依句好突然間好有用啊！醒醒吧，搞掂。咁呢個第一集完咗，可以話俾你聽。佢好基本就一啲咩預言啊，跟住仲有一個咩優戰嗰啲，即係其實嗰啲能力係乜嘢咧？好搞笑啊！係純粹咩咧？為個角色形象而設立嘅能力，對嗰、那個。實戰或者係對成個嘅故事裏面基本上係冇乜幫助嘅。係，我覺得佢係為咗劇情需要設個角色喎，即係可能十人組咁一出場咩能力佢完全唔講嘅，係到後面劇情需要呢個出場啦、扭橋啦，先出一個角色出嚟。啊，我嘅能力就乜有咩點樣做，我解決危機呢個係佢咁嘅情況出嚟。角色嘅形象反而我覺得唔覺重要喎。十人組入面除咗阿東之外，阿頭髮無女之外都唔會記得邊個啦，係咪先？即係其他嗰啲全部都係你叫做戰鬥役啦，你可以叫做就係、是。咁 OK， 你話整個故事裏面佢講過一樣，即係叫做咩咧？整到好似話哇要征服世界，你係關東都未去到應該。唔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十人眾嗰方面咧，嗱開頭叫做 OK， 你要叛亂，你講到你班人有幾咁醒，係第一件事攋咗嘢嘅係乜嘢啊？自己個屋企人俾人捉曬。咁然後跟住最大問題係乜嘢呢？即係你哋講到話，你都係傀儡，即係我覺得話我係傀儡唔緊要啊，你哋都係死蠢嚟㗎嘛。即係嗰個見到就係成班人係根本上係咩呢？叛亂，
咁就一齊叛亂㗎啦。咁點解即係你事前嘅準備你又冇做到 ？OK， 斯芬，你個目標其實即係美其名叫征服世界，實際上其實你係想係打倒阿元內嘅。嗱，呢個解釋嘅，理論上阿東已經可能有步驟嘅，不過學佢哋話齋，其實咧阿紅玲突然提咗出手咧，搞亂曬我哋計劃咧，咁可能點啦？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原本佢哋有計劃要接觸阿主角，再一步步嚟拉佢過嚟做我哋嘅首領，快樂首領嘅。不過阿紅葉阿紅要搞一陣咧，提咗出嚟咁就算數啦。咁啊而家即係搞計劃啦，就咁樣意思。咁我懷疑係。個問題唔係個問題，如果老實講，阿東係真係想去做呢件事，佢嘅能力已經可以幫佢做曬一切嘅行為啦。屋企人冇死過嘅，一搞掂。唔係你係咩咧？你係我隻狗，搞掂咯。個問題就係、是，喂，佢哋嘅能力係咩咧？佢係為聽落去，全部人嘅能力基本上都係屈機嘅。實際用唔到，冇用噶，係咪？而最搞笑係乜嘢呢？即係叫做所有人嘅能力都係嚟自於 Daisy 呢一個叫色嘅 system 裏面賦予嘅能力。最底線係咩啊 ？Daisy 係可以開 chat room 噶。呢、這個臭。GM 可以有權管控所有玩家嘅動作噶嘛？啲嘢。佢唔係 GM 啊，佢嘅角色係咩咧？有人話：我想同佢傾偈啊，你幫我開條 channel 出嚟啊。然後跟住佢因為 Daisy 嘅角色係一個叫做中立嘅角色。佢咩人都唔幫，咁然後跟住佢就會開，而咁然後跟住咧，你就要發覺咧，當有咗呢個功能設定喺裏面我哋見到之後咧，發現一個重要問題，黐線嘅，你使乜揾佢位置啫？你下下叫 Daisy， 喂，開條 channel 俾我，等我睇下佢喺邊度啊 ！Daisy 可以唔聽你講噶嘛？黐線，你有邊次聽睇到成個動畫裏面有邊次 Daisy 同我開條 channel 啊？佢會 say no 噶，佢從未 say 過 no。OK， 講翻呢個，當然成個計劃即係最。神怪嘅就係、是、其實咧，我咁講嘅依套嘢咧，佢亦都係一個就係咩咧，一個解唔到嘅故事。因為阿原來嘅目標其實就係咩咧？哦，我係想創造一個人人都能夠實現願望嘅世界。新世界啦，即係。阿影師要咗轉去話唔得，如果你做咗呢個世界，個世界只不過一個假嘅世界，唔係一個幸福嘅世界，即係唔係話唔係真正為咗佢個妹阿奈奈而家嘅佢謀求幸福。只要係咁樣許願嘅話，其實真係唔係靠自己努力，唔係靠自己努力嘅話就唔得。妹要等人醫喎，點靠自己努力？佢有資格講呢句嘢咩？佢自己第一個就呃咗妹嘅係。係啦，嗱呢個首先就係咩咧？佢本身嘅立場裏面就係咩啊？佢自己做出嚟嘅一切嘅嘢，而家阿奈奈佢身處嘅環境，佢而家佢依十年裏面嘅經歷，全部都係因為佢阿哥偽造出嚟嘅，其實係一手造成。然後跟住佢話咩啊？嗱。一件事還一件事，我依件事我係為阿妹好嘅，嗱你嗰件事為阿妹好，但係唔得，你嗰件事唔道德，即係嗱呢兩件事其實係咩咧？我一睇嗰時候，我真係睇完之後話，哇！我覺得你老豆真係好鬼想打你，喂，有咩分別啊，大佬？然後最絕就係一樣嘢咩咧 ？OK， 跟住佢破壞咗佢老豆嘅願望，等到唔可以全世界人人可以以自己做主角去尋求佢理想中嘅世界。然後跟住佢最後佢用 order 嘅能力係咩啊？我要依個世界係一個俾到我阿妹幸福嘅世界。佢許咗呢個願望嘅問題係咩啊？咪即係同佢老豆做嘅嘢咪一模一樣咯？即係佢都係佢許願啊嘛。而家本身佢老豆就係咩啊？人人可以有佢心目中嘅願望，創造嗰個嘅世界。而家就係咩咧？老豆你咁樣做唔啱㗎。然後跟住話咩？我話俾你聽，而家我嘅願望就係我要我一個我阿妹可以幸福嘅世界。欸、有分別，阿老大全世界大愛，佢阿妹一個人嘅愛，你明唔明？即係有分別㗎呢樣嘢。即係嗰個問題就係、是，佢開頭大意諗完話唔得㗎，咁樣呢個世界即係我哋嘅過去乜嘢乜嘢嘅，其實先可以構成我哋嘅自己咁樣嘅。講俾佢聽，你過去幾個月啲嘢點解？然後跟住佢一嘢就洗咗底去啦。喂，你講咗啲乜鬼嘢嚟啊？佢講嗰段嘢裏面係成個咩咧？佢講佢老豆唔做得嘅嘢，佢喺後半集佢完全自己做翻曬。唔係，典型人喺嗰組就係講咗一堆好道理，聽完之後好有道理啊，跟住主角唔係做嗰嘢出嚟嘅，做呢樣嘢。唔係，佢係做翻就係咩咧？佢話緊嗰個衰人做嗰樣嘢，佢係照樣 copy 翻做嗰樣嘢。即係呢個問題其實有一個幾容易睇到嘅例子就係、是、其實 Freestyle UBW 裏面C龍正義之夥伴嗰條線其實係一模一樣㗎，嗰件事係冇辦法 fix 㗎，即係C龍任何講任何嘅道理都好啦，其實嗰個道理都唔係道理嚟㗎，即係只不過我話贏喎，唔得，我要反抗。反抗之後點啊？係諗唔到㗎，總之反抗啦，我唔妥啊。總之一定係你唔啱啦，一定唔會係我唔啱㗎啦。而家同聽眾講呢套嘢絕對絕對，你就算唔睇。成套嘢，我覺得我係極度推介你睇最後嗰集。你睇最後嗰集，你就知道就係咩咧？
個作者或者個製作群，佢哋係黐線得好完整㗎。嗱，《靈魂怪》就有群，就群都係跟住原著漫畫走，因為原著漫畫後嚟係有劇情後面後續嘅，咁動畫冇做落去啫。佢劇情掟咗已經重量兜到咗故事嘅。喂，你明唔明白真係？喂，佢成個故事係咩呢？哇，我覺得係好圓㗎。佢成個故事係咩呢？佢哋講所有嘅理念咧，全部都係冇解㗎。佢講冇解就係咩呢？我唔俾你做，但係我做；你唔得，但係我得，係咪好圓呢？咁啊，典型就係男主角思想咯。冇嘢㗎，好正常啦。咁我打贏你咪得囉，係咪先？我打贏你咪我咪主角囉，我咪話事囉。好簡單咋嘛呢樣嘢。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頭先其實有馬講過一個其實幾重嘅問題㗎。即係應該日系動畫經常都會有嗰種呢，講一個叫好宏觀嘅即係一啲概念嘅，其實同佢呢套嘢嘅能力一樣㗎。所以其實你好穩定就係呢個係都係作者寫出嚟嘅嘢嚟㗎。就係咩呢？佢用一個好概括好模糊嘅概念去包裝佢。但係呢其實本身作者根本上就唔清楚了解呢個概念究竟係講緊啲乜鬼嘢。一個字形講出嚟形就得㗎啦，跟住冇你咁多。OK， 最後打贏咗色，你覺得係一句冇可能嘅事㗎。色就係賦予你呢個世界所有 order 能力者能力嘅根源，然後跟住你嘅 order 對佢其實係冇效嘅。咁然後跟住點解你有得贏佢呢？鬼知啊，因為我封印咗，我得翻萬分之一實力㗎嘛。我解封之後，我要100% 嘅實力，咁我咪打得贏你咯。冇用㗎喎。呢個問題係咩呢？你聽落去係哇哇，好似好勁喎！一個被封印咗嘅人打破封印，梗係打贏一個冇被封印嘅人㗎啦。但你個能力嘅 system 本身源自嚟對面個系統嘅話，人哋只一 close 無非咁，你就玩完㗎啦，又係冇用㗎喎，係。佢所有嘅設定基本上呢套嘢裏面非常完整地係咩？佢係冇一個設定係講得通㗎。呢樣嘢咧，我忠實情因為漫畫嘅設定。唔好話講能力，連角色性格都係一樣。紅玲嘅目標係乜嘢啊？因為佢造反咯，因為佢父母喺十年前嘅災禍裏面死咗，佢想復仇。而佢嘅第一 target 就係一毀滅咗世界，佢可能認為嘅影師。咁然後跟住到經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咁然後跟住最終個故事尾盤嗰時話俾你聽，原來賴奈先係兇手，哎呀，咁算啦。嗱，因為紅玲嘅問題係乜嘢啊嘛？喂，我話知你唔小心定唔覺意啊，大佬，咁而家係你做出嚟噶嘛？咁然後跟住又話咩？算啦，我都係唔復仇。男人冇人權噶，你明呢句得噶啦。咁又我懂你喎，你呢句又，即整個故事裏面其實我簡單啲講啊，我心中我係冇咗團怒火啊，我好難相信一個人可以寫設定作品係可以寫到咁完美咁樣錯曬㗎。即係老實講，即係你如果你叫做有啲錯有啲唔錯，即係個咩你水平，但係你錯到呢個地步嘅話，我覺得呢件係藝術品嚟㗎。有興趣可以睇漫畫版，後面一路錯落去呢越錯越好睇，我覺得係。我都係覺得未來日記正常啲啫。唔係你已經明白就係、是、即係你一個人可以秉承到就係咩呢？佢將所有嘅設定啦，我只能夠話呢條友有機會係真係個高人嘅咩？佢係將所有嘅設定，佢再一個新追加嘅設定，佢擺翻落之前嘅設定裏面咧，係全部都會錯曬㗎。即係呢樣嘢係咩咧？只能夠一樣嘢就係佢係有諗過點樣將啲嘢擺喺一個最唔適當嘅位置，佢令到佢錯曬。佢意能錯，角色個性都完全錯曬。總之劇情完全兜唔翻嘅話，佢完全乜都唔得嘅話，俾你聽係可以。我知道咁講就係話嗱，呢一套嘢我覺得，如果聽眾睇嘅話，我相信即係話俾你聽，呢套嘢你要保持一個就係咩呢？我真係唔知佢講緊乜，但係佢講啲嘢一定係全部錯嘅。呢個前設底下，你去睇呢套作品，你就會覺得就話，哇！呢套作品其實幾有教育意義嘅喎。我點樣睇漫畫版嘅呢？我話啊，妹妹好好睇，妹妹好可愛啊，宮崎有妹妹啊，宮崎冇妹啊，唔好睇啦，搞掂。即係所以嗱，如果想睇一套叫做真真正正100% 錯曬嘅作品，一定要睇呢一套。我覺得迷家錯啲喎，絕對唔會啦。呢套一定係錯，迷家呢個問題，呢套係任何嘅細節位都同你全部錯曬。我哋下套。